你从法国回来之后，你整个人都变了，你的眼里、心里都只有莫非。你为了那个女人，你抛弃了我。你这么说不合适。我想你现在应该也知道了，莫非她现在是我女朋友？女朋友？她凭什么是你的女朋友？她了解你吗？她知道你需要是什么吗？她能帮你吗？我告诉你。 能在世界上帮助你的只有我，你难道不明白吗？为什么感情一定要和事业搅和在一起呢？工作是工作，感情是感情。难道我没有权利选择一个我喜欢的人吗？来吧，还没睡？出息了，还法国女朋友，怎么之前没听你说过呀？这不是之前还不确定吗？现在确定了，老师。 你这孩子一向是稳重的，哎，你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个人问题，我不愿意多说什么，但是我不希望你在这个事情上面跟你妈闹僵，你知道吗？咱们过去的事你可以不提，但是你得清楚一点，这个房间里边这个女人她是生你养你的亲妈呀！她您知道我妈的专横霸道起来，这谁能管啊？那我答应你一点，如果她专横霸道，我帮你说话。 你说话算数啊！那当然，来，但是你给他点时间，让他慢慢的来适应你，你得知道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关心你的人，这点你承认吗？明白。所以跟女人打交道，你得找到方式方法，是吧？不能因为这个事情把两人关系给闹僵了。我说的意思您都懂吗？我懂，女人方面多向老爹学习。 莫非，上次的事情对不起，是我做的不对。听说米多多要走了，我能请你们两个吃顿饭吗？你等我说完再走好吗？这次凯曼高定的题目定的是蜡染。 是你一直所追求的那种设计效果。你我都知道，拉染这个领域没有其他的公司敢轻易尝试。凯曼敢决定，也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如果市场接受不好，也没有其他的公司敢轻易尝试了。敢不敢挑战一下？现在市场上的中国风都非常的不伦不类。你如果想做中国风的经典设计， 凯曼这次的高定，就是一个机会。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想跟你一起合作，肯定可以灭了那些日本人、美国人、西班牙人，片甲不留。怎么样？你给句话。 事儿啊，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说，这次去巴黎，明轩，先把饭吃了吧。夏总，夏总，啊，和吴总的会议定到今天下午2点了，今天就要敲定最后的销售方案。吴总那边真的超级的着急，派人过来问了好几次，生怕出什么岔子。 还有咱们的那个设计图稿已经发到工厂那边了，您要是觉得没什么变化的话，赶紧签个字，咱们就可以马上投入生产了。好。还有米兰会议那边也特别的着急，您要是方便，赶紧给 JK 回个电话。知道了。你怎么了？我没事儿。有心事儿啊？ 你去哪儿啊？一会儿开会啊，你也不能迟到了。你最近工作挺累的吧？嗯，不累呀。你该休息一下了，你不是一直想去瑞士吗？瑞士？行啊，公司给报销吗？我说你怎么买这么晚的机票都晚觉，我也没办法呀，这不晚上机票最便宜吗？我给你报一下。 你要走了，好舍不得你啊！你要路上注意安全啊！我跟你说，我会想你的。你照顾好自己啊！到机场给我发微信，打电话也可以。然后我到上海会去找你的，会去你家吃饭。你也可以来我家吃饭。嗯，可以带你见我弟弟。嗯，程阳就是个王八蛋。我那天买完机票就发朋友圈了，他一点都不关注我。我跟你说，我这走了。 他也不来送我，这几天电话都没给我打。我跟你说，你要想打他，你就应该主动点，这都你教我的呀。可是我俩情况不一样啊。哎，车来了。不是我叫的车。哎，不是。走了走了。走走，我看了你发的朋友圈。 我订了跟你一个航班，我们一起回去。我不能没有你。你说你不能没有我，我就要跟你在一起啊！再说了，我原谅你了吗？等一下，等一下，我自己叫车了。不是，我跟你说，你再不走来不及了，师傅来帮帮忙，谢谢啊！实在不行，你跟他上车 AA 制啊。也行，我一会儿上车就给你钱，我不想欠你的。 行，先上车，到机场慢慢。行了行了，快走吧。等一下，你回来上海一定要给我打电话。我一定会找你的，放心吧啊。你走了，行，快去吧。走了走了走了。 不好意思，吴总，请稍等一下。吴总，哎，潘总，哎，夏总监还没过来？对啊，一直在等他，刚才去办公室找他，也没见到他人。是吗？他一向很守时呀。哎。 夏总监电话关机了，我联系过刘培，刘培好像不在公司。等我一下。哎，上班的时间他为什么不在公司啊？
听说他在休年假，而且是夏总给批准的。喂，哎，唐总，我是王经理啊。加工厂厂长说夏总监没有在新订单的合同上签字，这批衣服是每日市场赶着要的，我联系不到夏总监啊。这，你现在先在工厂等我，我马上来处理。好了，不好意思，总座，咱们的会议推后吧。啊？不是，唐总，夏总监离开前有没有跟你们交代过什么？没有。唐总，这是夏总监从米兰乌斯来的设计师档案，他让我修下版式，今天给您看一下。唐总，我手上还有5套样品新衣等着夏总监确认，他不确认的话，我们都没有办法往下进行工作。从现在开始，夏总监所有的工作送到我办公室来。是的，我也联系不上夏总监。哎，老板。哎，潘总。哎，轩哥，夏总监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我得怎么回复啊？从现在开始，把夏总监那所有的业务都拿到总经理办公室来。啊？那，哎，还有什么事？啊，就还有是那个一通米兰 JK 设计师的 Robert 打来的，他说他只跟夏总监一个人交谈。我知道了。哎，轩哥，出去。哎 ，Robert。我是明轩啊。雪玲今天是回来过，但她走的时候是拿着行李箱走的呀。她跟我说是出差的呀。她能去哪儿啊？老夏啊，雪玲找不到了，手机又关机了，我们要不要报警啊？拿着行李出门，你报哪门子警啊？你报失踪啊？你这不让人笑话吗？关键我们不知道她去哪儿了呀，她一个女孩子在外面，万一遇到什么意外怎么办啊？我想她呀，可能就是想清静两天。我不知道雪玲又在闹什么情绪。但现在公司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等待他来处理。舒阿姨，他要是跟家里有什么联系，麻烦你们让他马上给我打电话。明轩啊，知道了。这样，明轩，雪玲一旦跟我们联系上呢，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他，说你有急事，等他回公司。行吧，那我先走了。你说他这人怎么这样啊？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不知道心疼咱们雪玲，满脑子想的就是工作。雪玲为什么这么做，他比谁都清楚。你要是当着他面把话都说白了，你觉得有意思吗？啊？不是，我告诉你，没意思。喂，哎，亲爱的大小姐，你在哪呢？公司都乱成一团了。唐总听说刚刚从你家出来，肯定是急得不行不行的了。你说这么下去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我心里有数，这点小事情是不会影响到明远的利益的。再说了，就算发生什么事儿，也不会连累到你。有什么可担心的？我不是担心我，不是担心你吗？你说你这一走，公司一大半就等于瘫痪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唐总的脾气。没事的，我很了解唐总。哎呀，我们就好好度你的假吧。哎，行了，因为你这句话我就踏实了啊。
多亏了你啊，让我在这旅游的淡季享受瑞士的风光，两个字儿，舒坦。那你玩得开心。好，拜拜。明轩，当你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我觉得吧，回去的路上就和好了。哎呀，这多多走了，就剩我一个人在家打扫卫生，辞旧迎新。我能不能申请做你的新室友啊？可以啊，不过你要排在梦境的后面。梦境马上就要搬进来了，好像要住2年呢。我是你男朋友，然后我排在梦境后边。没办法，他已经签了合同了，你只能排在后面了。我跟你说，你男朋友是有实力的。把你那一整幢公寓都买下来了。对对对，你买你买，我就不相信你会做这样的蠢事。哎呀，好了，不跟你说了，你开车注意安全，回家跟我说。晚安了，宝贝。嗯，晚安。
飞，我知道你还没睡呢，你把门打开，我想跟你聊一下。时间不早了，明天再聊吧。听说唐明轩跟米多多都走了，所以你想说什么？我想跟你聊一下设计的事儿，我现在正在整理设计稿，有些地方想跟你商量商量。嗯，太晚了，我要休息了，晚安。我飞。这些不会是轩哥一个人完成的吧？不应该呀。难道他真的找了一个助手？一定是，要不然怎么可能一个晚上这些全完成了？哎，我去。偷看公司的机密文件，你当怎么了你？起得挺早的。帮我把这份合同都发出去，再帮我泡一杯咖啡送到会议室去。哎，好。怎么了，轩哥？你是不是跟那个 J.K. 的 Robert 谈合作了？那不是夏总监的资源吗？如果说您跟他直接对接的话，夏总监会不会生气啊？大家都是在为明远做事儿，有什么开心不开心的？况且我跟 Robert， 我们俩在留学的时候就认识了。啊，所以说，是你跟他说的，让他联系夏总监的。你怎么话那么多？阳光，哎，你说我是不是应该换一个新的助手啊？你真的找了一个助手啊？哎呦，我说呢，你怎么可能一个人就把这些全完成了吗？我是哪儿做的让您不满意吗？我对你最大的不满意就是话太多。加油！唐总，你看一下，趁现在平台销售的业绩很不错，我打算乘胜追击，把你之前提出的那个市集概念也提上日程了。不过，之前都是跟夏总监在沟通。咱们这市集概念，我相信它在将来一定会成为互联网和线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新的购物体验。我就佩服唐总你的远见，能够想出这么超前的理念。但是这个理念归理念啊，到了具体实行就要看吴总你的团队。这个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那夏总监那方面没事，他可能还要休息一段时间，接下来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联系我。好，那就好，我还有点事，我先走了啊，不打扰。我不送了，吴总。哎，不送不送，好，拜拜，回聊，好，再见。
你来了。这么多年来，这里一直都没有变了。原来你还记得这里。这里是我们唯一一次单独出来旅行的地方。我当然记得。不过准确来说，不是我们来旅行。上一次是你离家出走。明轩哥，这是哪里呀？这是我伯伯开的度假村，你先在这住一阵子，这样你就不用去奥数班比赛了。明轩哥，谢谢你收留我。我跟你在一起玩耍的那一周，是我最开心的日子。这么多年过去了，只有这里没有变。明轩，你能来这儿找我，说明很多事情都没有变。说明你对我，可是现在都已经物是人非了。所以，吴总的销售方案确认了。确认了。新设计也投入生产了。对。明轩。你过来找我，是想告诉我，明远没有我也可以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我对你对明远，都是可有可无，是吗？还是你是要来开除我的？雪玲，我问问你，是我不留情面，还是你太任意妄为了？我只是任性了一次，你就一点情面都不顾吗？你现在是在利用公司整个团队对你的信任和依赖，你逼我过来找你。你应该很清楚，我这个人做事情就是公事公私是私。我在你眼里，就只是你公司的下属吗？如果说你只是一个公司的下属，我就不用把你留下来的工作全都做完了之后再过来找你。作为朋友，我信任你；作为公司合作伙伴，我依赖你。但是你呢？你一走了之。我问你，你觉得我该怎么做？你以前不是这么对我的。你从法国回来之后，你整个人都变了，你的眼里、心里都只有莫非。你为了那个女人，你抛弃了我。你这么说不合适。我想你现在应该也知道了，莫非。她现在是我女朋友。女朋友？她凭什么是你的女朋友？她了解你吗？她知道你需要是什么吗？她能帮你吗？我告诉你，能在世界上帮助你的只有我，你难道不明白吗？为什么感情一定要和事业搅和在一起呢？工作是工作，感情是感情。难道我没有权利选择一个我喜欢的人吗？我承认，你对于明远来讲是不可取代的。但是我告诉你，公司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我是这家公司的领导者，我不允许这种失控的场面再一次发生。有人可以走，但是我随时都会有备选。同样，你也是这家公司的领导者，你是怎么做的？你不但违反了公司的规定，你还怂恿下属擅离职守。你太让我失望了。